然后今天的歌手是等一下来看看他，就有点开心，算是第二次在婚礼的时候遇到明星，上次好像沈玉琳哎，有趣有趣。Hello， 今天来到中立我老家，等一下要在这边唱午宴，然后我才刚到中立，等一下还要坐计程车到会场，还没化好妆，只化了一半。OK， 到会场了，还在 setting 中。耶，今天跟夏雨巴合作，好棒好棒。然后呢，因为今天有那个叫什么节目啊？婚礼歌手的节目，所以等一下还有另外安排的主持人跟歌手，然后今天的歌手是孙协志，等一下来看看他，就有点开心，算是第二次在婚礼的时候遇到明星，上次好像沈玉琳哎，有趣有趣，好，待会见，拜拜。尾巴的声音真的很有辨识度。我们不用，今天不用主持了，今天就。夹，然后呢？夹起来的时候，哎呦，很厉害耶！你很厉害耶！夹在的时候要夹到对方的嘴巴里面，夹到对方的嘴巴。比如说，新娘就要喂新郎。一起唱，一起唱。在婚礼唱神曲，我难过也蛮前卫。我今天一定不能被孙协志冰下去。结果我上台唱，却忘了录影。哇！回到家了，换简便的衣服。没有，这一下。虽然今天好像没有什么我的戏份，但是我也是很早就起来准备，然后去总理。重点是昨天练拳击，然后今天我的小腿真的非常非常的痛，整个大铁腿。好险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想说应该没办法穿很高的高跟鞋，所以我就特地选了一个比较低的。撑完全场，赞啊！不眠一下，不眠一下。